什么？你想见风纪委员长？哥赫那的风纪委员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人吗？哼，这样吧，如果你跪下来舔我的脚，说不定。 迟疑和所谓的自尊吗？ 你太怪了吧，变态！扭曲！你这种变态的大人就应该马上。你们还挺开心的。会长，为了自己下跪哀求的人，我见过很多。 但为了学员下跪的老师，我还是第一次见面。抬起头来，老师，说说看，想要我做什么？不是，会长，老师不是在下跪，是在舔我的脚。